王菀之、徐浩瑩等人出席时装发布会， Ivana 的衫成日都令人留下深刻印象，揀衫方面的风格都算是别树一格。我很喜欢一些很特别设计的衫，有几个品牌我发觉我成日工作都会穿它的衫，因为真的情有独钟它的质地，它每一季的惊喜完全不是同一个大 trend 一样的，它有它自己品牌的风格，那我很尊重。那会不会试一下自己设计衫啊？暂时我就会是有画那些图案，跟着就会跟 Eric 一起推出一些限量的 T-shirt， 特别是做很多演出的时候就会见到。早几日 Joey 看完 Ivana 的演唱会就说想一起开 show， Ivana 又怎么看呢？因为跟 Joey 是好朋友，很多谢他，他成日很忙，但每一次都会看我的演出，私底下都有谈过说，哇，如果一起做一些音乐都好了，他又有找过 Alex 风监制， Alex 又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合作开的监制，其实如果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一些特别的音乐，我觉得都会挺新鲜。